三月十五号开始提供自公费流感预防针的服务。伫新义乡的部分，前两天就来了300位左右的乡亲。主动来自预防针乡亲就表示，讲过去来自预防针感觉真有效。新义乡卫生所嘛呼吁有符合资格乡亲，第一批疫苗的数量有限，乡亲就要赶紧来自流感的预防针。为十月十五号开始，就真济新义乡亲踊跃来到卫生所排队看诊，要注流感的预防针。尤其以50岁以上的民众上加踊跃，大部分拢是去年捌注过预防针，感觉上好。这个每年都要打，因为他那个 每年做的都不一样，他会预测哪一个比较流行，还是要保护自己呀、啊？有年纪了吗？怕说4、5、90，很多，那哦生病啊。对，有比较好就对了啦，不会容易生病。对，打了以后人不会不舒服了。不会容易生病啊。你去年没有大感冒过？没有没有。对啊，有效，真的有效。就来打，他们会发现说，哎，真的有打了以后，其实一些感冒症状的确比较轻微啊，甚至比较不容易得到像我们，像一些比较重症的，像一些这种的会发生很少。公费流感预防针已经开始开放注射，前来到新义乡卫生所注射的民众头两天算是真踊跃，但因为第一批疫苗数量有限，加上即马气候转变温差真大，是到得到流感的季节，因此新义乡卫生所是呼吁老大人等公费对象会当赶紧来注预防针。既有巡回医疗时间呢，或是我们医生空档时间，我们会特别会去这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族群，我们会去帮他们施打这个疫苗。毕竟这个会有一个防疫的一个效果出现。说，假如说全家都有施打这个疫苗的话，比较不容易得到这个流感的一个感染。注流感的预防针，大部分民众拢公认真有预防的效果，也且是公费对象的偏向民众，赶紧前往卫生所注射。记者金川，陈博导。